场，我是阿关，这不是新闻，这是你我的口袋。糟糕，今天口袋变扁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今天台股爆出天量杀尾盘，外资脚底抹油，落跑了322亿，特别是在今天成交量竟然爆出3800亿的天量，爆天量下跌100多点，这是转空的讯号吗？赶快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，要请到资深分析师王银亮。阿关好，大家好。资深分析师连前文老师。阿关好，大家好。欧盟投资总监蔡明章，大家好。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，大家好。邀请到资深分析师吴冠龙，大家好。资深分析师蓝登耀，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。紧接带你来关心的是，台湾在今天有两家重量级的公司出现了叛军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一家是台积电，台积电竟然又有叛将，他要投靠谁？投靠路武器，到底投靠哪一家？我们等会再来告诉你。另外一家呢是可成，可成的孙公司可盛的台干涉重大的经济犯罪，就收贿嘛？收贿干嘛呢？当然就是窃密啊，或者挖角啊。所以孙公司的经理收贿遭到中国通缉，可成说务必追查到底，绝不宽待。所以在今天这两家重量级的公司都出现叛将。对，确实是如此哦。我们可以发现哦，这个过去的话，大陆的厂商来挖台积电，不仅是挖人才，这次的话更窃取更多的一个机密。重点来了，台积电这次是硬起来了，表示绝不宽待。重点的话，台积电每一次都硬起来了，硬起来绝不宽待。过去梁孟松他个个都要告啊。啊，对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重点的话，也就是说加薪，把奖金提高一点，甚至坊间已经有算出来，搞不好有41个月的奖金。好，我们来看台积电是不是要用钱留人呢？我刚刚为什么说是叛军？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人，据说一挖挖一整个部队去啊。对。我们可以发现哦，现在这个这一家公司的话，它叫做全新，全新就是啊水泉的全新的话，就芯片的芯，它是暨南的一家公司，它的资本呢，你看哦，59.5亿人民币哈，换算新台币258亿，也不少哦。它现在要做什么动作？它要投资590亿人民币去做7纳米跟12纳米最先进的一个制程。喂，大家拢也要讲啊。哦，对，做得出来。他的总经理叫做夏进秋，夏进秋是什么人物呢？过去哦，台积电有一个叛将研发长叫梁孟松，梁孟松的时候带6个高阶人员，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叫夏进秋，当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来台积电挖角。所以又是台积电的人。对对对，那过去的话就挖人过去啊，这次他挖的哦。是一个东西的话，是半导体设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技术，叫做蚀刻的技术。蚀刻，你看一下，我们来看半导体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你可以发现，就是蚀刻技术。这蚀刻的技术里面，在半导体设备里面的话是最重要。怎么说呢？半导体的东西，设备的东西有氧化扩散，也有沉积，也有光阻抑，也有曝光，也有蚀刻。好，下面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来看金额的部分。你看金额第一大就是这个15910，这是产值的部分。你可以发现这个东西的话就十颗，所以这个是半导体设备成绝对会不会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。最重要的关键。对，那你看做这个东西的厂商哦，包括科林，或者是像东京威力，或者是像应用材料，都是大公司。而且这些美国公司又不能出货给中国，中国得靠自己啊。对，那但是他这次挖角还关键机密的话，就十颗，就是在所谓的这个台积电里面有一个周姓主任啊。那这个周姓主任是讲很多，就是说啊，他可能被排挤啊，或是怎样，所以他很生气，要投到这个所谓的全新来做这个所谓的十颗东西。那十颗一般来讲的话，就是把图像的东西的话，把它弄到所谓的这个晶片上面，所以这个技术里面的话是。半导体设备里面最重要的技术。好，那我们已经知道到底他去做什么了。但是挖角的这家公司，我们刚谈的叫全新，全新的主事者也是过去的台积电人。但没有想到呢，他背后的金主据说了哈，跟武汉红星有可能是同。哦，对，这个哦，这个全新的话是2019年1月成立的，所以时间很短。那我们来看哦。这个人的话叫做所谓的潮山，好，这个，但是他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全能能力的人，全能，结果全能那个名片一打出去，董事长，不是蔡明章，不是赖宪政，董事长是谁？刘德华。你讲真啊假的？名片，这有名片吗？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名片在这里。刘德华，创始人兼 CEO， 创始人兼 CEO， 全能的创始人兼 CEO， 竟然是四大天王的刘德华。对，
然后嘞，黎明啊，副总裁，你看四大电话当副总裁，所以全能这家公司搞了半天是，你说是不是骗人？做影剧的吗？这个你看一般，你看一看，现在大陆哦，很多都是要争取补助。我们以中兴为例啊，哦，中兴它的补助的话是它营收的三成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啊，我要投资570亿这种公司的话，那政府的补助金额一定大嘛。所以其实这个，但是问题是找刘德华来做 CEO， 那而且是做半导体，政府会补助吗？刘德华唱歌也是，搬电影也是，但是做半导体干嘛在？其实你看那个这个所谓的武汉红星的部分的话，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出来了啦。烂尾啊？对，因为重点的话是他说要投资200亿美金，那其实他也做了很多，比如说他的7奈米的话，现在月产的话大概3万片。然后它的所谓14奈米的话，大概月产能有3万片，但重点是产能出来的话，他买了一个光科技，当时中芯去买的话是1.2亿美金，是他缴不出钱来，所以现在领工程款，所以现在武汉红星是烂尾嘛？对的，连工程款还有土地的一些东西都被扣起来了。蒋爸呢也不干了，好，现在背后的金主同一批人又搞了一个全新，又搞了一个全能，那全能还是四大天王来做 CEO， 那你说这是不是骗局呢？想不到我们台积电的石科主管竟然要跳槽到对岸去，对，就是去这一家全新。对，不过其实跳槽到大陆不一定下场很好。我们以我们蒋爸为例，蒋爸当时要去武汉红星的时候谈的是说不跟台积电竞争晶圆代工，是要做 3D IC 封装的技术，结果一做出来的话，全部都是晶圆代工，7奈米、12奈米，所以蒋商也看不对，连一个光科技也没有钱可以去买，所以原则上7月份的话，蒋爸就离职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新闻，我们刚谈到有两家公司都出现了叛将，一家是台积电，那么台积电呢，现在寄出了高额奖金41个月啊。哦，对，那这个41个月留得住人吗？但是，欸，你如果有10万块的薪水的话，就一年就有400多万。你如果假设有15万，哎，好，我们这样讲。我们算一下啊，台积电呢，现在寄出高额奖金，希望能够留住人才。对对，其实他们有代号的啊，比如说，哎，他代号31，好，1.6Y、3.4M， 有它的意义。哈，这31哈到39是职等，哦，31是最低的，是工程师；32的话叫资深工程师。33的话叫主任工程师，那我工程师很多哦，一直到39的职等，好，1.6就年资year，好，1.6年的年资，3.4的话是3.4个月的奖金，所以这是网友分享台积电员工的这一次发的41个月奖金的薪资单，对对，那我们要来算的，我们解密啊，哎，我们来算，他其实他是奖金的话哦，是分2年领，但是有8次。有八次，领八次，那你可以领3.4个月，就是说以这个为例啊，你就3.4×8，因为你可以领8次嘛。是，好，那你的薪水是14个月的薪水，本来他们就14个月了。对对，不是12个月，是14个月的薪水，所以你把这个加起来的话，41.2个月，超过41哦，年领41.2个月哈，光光奖金就不得了了，3.4个月可以领8次。但这还是最低职等的哦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最高职等的，这个有32、33，如果39呢？好，39的那个领的那是更惊人的。好，是不是能够这样就留住人才呢？我们再往下来看，刚刚新闻也谈到两家公司，还有一家是可成。对，可成的孙公司竟然有人收中国的黑钱。对，现在被中国通缉，不是被我们通缉啊。可成说要追查到底。对，有很多东西是这样，就是说事先就先做动作，就先倒跑。其实可成卖给这个所谓蓝思，就是有一个叫可盛、可立这两家公司，这两公司要卖的话，是8月18号的事情，但是6到8月份的话，这个蔡姓经理的话就把关键的机密，因为要卖掉了，所以就把关键的机密的话，还有一些人员就带走了，就不见了，就带走就不见了。本来人家可成是要卖给蓝思，想不到在卖给蓝思之前的6到8月的时候，就已经被这位员工带去别家公司。对对，那蓝思很衰呢。哎，蓝思可能很多的资源都不见了，都被偷走了。现在的话，大概台州市的公安局的话，就是用3万人民币悬赏要抓这个人。啊，是。
可成的叛将。好，我们回来看那股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對對對，我们先来看台积电。那我们讲台积电的部分，那我觉得台积电的话，今天是稍微盘，今天稍微盘是因为 MSCI， 对 对， 對 MSCI 调整。但第二天的话，有时候一开盘就恢复了啦，但是最近我们还是要讲，就是说，因为台积电最近就是在5奈米，在5奈米的部分，它产能利用率大概80%到90%，没有想象100%，所以短期里面会震荡整理。但是后市当然是看好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就是说，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说，从7奈米到28奈米，表示28奈米的产品，它的一个市况还是非常热络。所以原则上，第一个我们看联咏的一个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3034的联咏。对。因为它主要是5G， 因为现在5G 是2亿只，明年是5亿只，后年是8亿只，所以5G 的需求很强。TDDI 就是触控 IC 跟驱动 IC 合在一起一颗，这个需求很强。另外电视以前是1080p，现在电视今年出来的话全部都 4K， 最新的都 4K， 不是 1080p， 这个的单价的话都会提高一倍。所以原则上它的获利的话，今年19块，明年获利大概21.2。那你可以发现哦，这个照这样的哦，波就开，慢慢涨，慢慢涨。你会发现它虽然很慢，但是一直在创新高阶段。所以我觉得它的股价的话，应该还是有330块的一个机会。330块的机会，好，已经稳定突破了280了。好，另外一档个股是，另外一个个股的话是盛群，盛群 MCU 大家都说啊 ，MCU 没怎样，你看一个玩具。你装一个 MCU， 他就会讲话啊！你好，你好。那个 MCU 其实不怎么样，好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现在你看哦 ，MCU 的交期的话拉长，10个月才能够拿到货，因为液化半导体它有所谓的罢工的一个事件，所以中国的 MCU 现在报价是涨1到2成。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类型股票虽然获利是稳定，没有爆发性，它那股价的话应该可以区间做一个所谓的操作，大概70到76块之间来做一个操作。好，连老师也帮我们来看一下可成啊，因为它是新闻主角，2474的可成在今天也爆出叛将，所以股价在今天的急杀。刚台积电我们可以说是 MSCI， 那可成的急杀跟 MSCI 有关吗？对，因为它必须要找出另外一个让市场信服的一条路。因为以前的话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机壳都是金属机壳，但是因为金属机壳的话，它有镁跟铝，它会影响天线的通讯。是，那现在改成玻璃了，所以变成可成的机壳的金属机壳订单就大幅减少，所以它一定要在其他的部分的话，有一条让人家感觉上很有幸福的一个空间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它股价的话，市场还是没有信心，仍然还是一个盘整盘跌的一个状况，盘整又盘跌啊。